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新年好，恭喜新年好。孩子拥有一半的华人血统，在国外想延续好的传统，家长格外费心。他还很小，他也不是太懂，可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从小这样慢慢慢慢的接触，它就是一种文化的累积，因为等到他大的时候，他就会有这种过年的观念。加拿大温哥华慈济新春感恩会汇聚海外华人过年的欢喜，外头大雪纷飞，里头温馨迎接。因为你的到来，让这个室内不再寒冷，而有着温暖。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，在每年看到了大藏经之后，都感受到这个世界充满如此多的困难。但是慈济人常常有一句话，我们很感恩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，教导我们要行善。那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这个地球变得更好，让我们子孙未来可以继续传佛陀的法。围炉不止围住好缘，更回顾过往，让彼此的诚心一念和付出走在未来的分秒。带新闻真善美之工硬币与翁淑如、尤德坤，加拿大报道。